有爱，有一个很棒的人在身边陪伴你，未来的一切都不会是梦想啊！我一定要把每一首歌用很顺的方式把它串在一起。接下来又到了大合唱的时候，这次我不会再跑下去勉强每一个人要对着麦克风唱，只要你会唱这首歌，请你大声用力，不管你站着还是坐着，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用力的唱出来。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谢谢。那个叫的最大声的，等一下要唱最大声的。好，你是不是男子汉啊？你干嘛比你老婆？你要唱比她大声啊！等一下，你的嘴巴你要开的比她还开，好不好？唱出